一个师兄，一个师兄那个他2015年往生的，原来让师傅看图腾还需要800张小房子，他后来呢他完成了1000多张，但是呢这个师兄还会梦到他就是会回家，那请问师傅这个他念的经文组合是不够还是质量不好啊？不够。不够。质量应该可以的。质量不好的话就不是做梦回家了。那就是下地狱了。听得懂吗？明白了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